1991年，政府推行直接資助計劃，到依家唔少傳統名校已經轉咗做直資學校。2002年拍攝嘅家長掏腰包，探討直資計劃嘅利與弊。To start by welcoming all new students. 教育改革主张办学多元化，直资学校一个经过修订的全新办学模式，今个学年正式诞生。圣保罗男女中学成为第一间由资助中学转为直资的学校。直资班每年学费48,000元。直资学校根本就係一個不倫不類嘅整體嚟，就係話你又政府攞政府資助，又向家長攞收學費，基本上就係一個三不像。點解精英教育嘅學校第二類嘅學生就係付得起學費嘅學生先可以入得到去？我哋收咁嘅學費就唔等於話我哋一定就係收曬有錢人，你有錢我又唔係一定收你。圣保罗男女中学成立接近90年，一直接受政府资助，是家长心仪的传统名校。现在我们所教的学生已经是困难过以前很多，所以再用同样的老师啊，同样人手其实已经是不够的。再在一个新的派位制啊，我们收到的学生未必适合我们学校的。如果为了是要一方面保持我們的傳統，二方面又可以真真正正的創新改革，我覺得直資是最好的方法。直資學校既可以按收生人數繼續得到政府津貼，又可以向家長收學費作為學校額外的資源。直資學校高度自主，無論課程設計、收生準則、班級和人手編制、教學語言、資源運用等都全權話事。直資計劃其實政府已經推出10年有多，一直只有左派學校、國際學校和私校參加，完全吸引不到資助學校。去年年中，教育處宣布修訂直資條款，容許學校大幅調高學費，小學一年不多過48,000元，中學不多過68,000元，就仍然有資格繼續攞到政府全數資助。咁嘅條件使不少資助學校對直資模式產生興趣。咁呢一個咁嘅轉變嘅話咧，再加埋其他好多嘅優惠，於是乎咧就促使到而家呢一個咁樣嘅好多傳統名校轉直資啦。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呢一啲咁樣嘅本來係數諸於俾所有學生有得讀嘅，佢走咗出嚟，佢收好貴學費，雖然佢話有獎助學金，個機會係少咗。佢收曬津貼，又可以向全港九招生，又可以考佢哋唔使搞豬，又向佢哋收學費。我覺得呢個係唔公平。你開放一個嘅即係話所謂譬如話直資制度，我覺得呢個一個係好嘅方向啦。轉直資的學校咧，佢一定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教師的飯碗問題、民生問題。第二個咧就係學生咧，如果佢係因為錢的關係咧，佢一樣可以入到直資，即使有獎學金的問題。咁如果解決咗老師同學生的問題，我覺得咧社會上咧應該容許嗰部分的直資。距離新學年開始仲有4個月。聖保羅先後舉行多次簡介會，大家俾48,000，
其實咧，加埋政府俾咧，我哋一個學生有60,000+嘅資源嘅運用，41年好貴嘅。咁所以有相應計劃咧，我哋個叫學費減免計劃，不設上限。如果間學校有50%學生受惠減免計劃咧，你話學校乜嘢都得，你絕對唔能夠話醒來嗰個貴族學校。我哋有直接政府嘅資助冇多到一分毫。佢同普通嘅官津補一樣咁嘅資助。第二，我哋家長即係香港嘅家長多選擇，佢除可以選擇傳統嘅學校官津補，除咗選擇一小部分嘅都係國際學校，一多種叫直資嘅，係唔同特色嘅。我哋堅持翻中一二係主要以語文能力嗰個培訓為主，喺資源嗰度咧，英文同呢個普通話我哋都擺得最多落去。我哋睇一睇佢方文嗰度做成點樣樣。由資助轉直資，聖保羅首先將每班人數由40人減至32人。佢仲有個。第一年我哋係需要比較投入多啲資金喺嗰度，因為你都知道只係一級直資啫嘛。但係人哋就唔理你喎，你覺得你好似成間學校應該有改善嘅，所以初期仍然即係自己嗰個辦學團體要補貼㗎。咁啊，呢個教員室就而家終於入伙啦！啊，老師滿唔滿意啊？根據聖保羅今個學年嘅財政預算，中小學收嘅學費加埋政府嘅津貼。全年有8,600+，扣除教職員薪酬、助學金撥備同其他基本開支，第一年入不敷支，出現近400,000赤字。每班少咗起碼8人啦，咁嗰度我哋嘅收入一定要平衡翻啦。咁另外我哋有加英文先生，有加普通話先生啦，請個老師嘅薪酬一年都慳地几十万啦。仲有加好多學校嘅設備啦，教師嘅進修啦，課外活動嗰啲請導師啦，呢啲冚唪都係錢噶嘛。成個直資嗰個嘅好處咧，我認為一定要等到即係全面轉曬直資先可以睇得到。各位家長，你哋好。我哋學校咧係全新嘅一間學校啦，除咗用直資模式辦學之外咧，都係一條龍嚇，一個一貫嘅一個教學系統嘅。是一個重新規劃咗嘅中小學課程。咁我哋如果我哋收唔到生，政府就冇津貼，當然亦都冇學費收到啦。咁學校根本又冇錢運作，所以直資一個最大嘅關鍵咧就係有冇人讀。我哋間學校咧由零開始啦嚇，咁又唔同好似嗰啲名校咧有咁多即係嚇儲備啊，有咁多本身嘅嗰個咁嘅名聲。咁咧我哋因此我哋都係好需要家長支持。將來當嗰個嘅我哋嘅子女入咗你哋間學校讀書嘅時候，你要求嘅家長投入個時間要幾長？ Okay. 即係大家點樣可以有一個互動嘅作用？你個課程內容係點樣樣啊？英文就一定係用英文啦，咁其他啲學科，譬如 science 啊、math 啊嗰啲，會係 Mandarin 啊定係 English 啊？暫時香港呢個社會咧，仲係免費教育做主流，所以津貼學校啊、官立學校應該係主流。不過呢個社會從嚟都存在有一啲收費嘅教育，因為我以前做嘅係津校咧，即係唔收學費。咁我覺得20,000都哇都係幾係。咁但係到我喺嗰啲簡介會嘅時候，發覺啲家長問嘅問題就話：喂，校長你收咁少，咁得唔得啊？我又轉咗30,000，即係。你會唔會違批唔住啊？你會唔會到好多年之後你都未買曬所有嘢啊？到我啲細路畢業啊，你其實都屬於五臟不全嗰種學校啊咁樣。咁喺兩間學校裏邊咧，一間學校可以俾到我個仔女嚇、可以有更好嘅培育嘅話咧，咁因為係我個寶貝嚟噶嘛，咁我點都要即係我都會覺得係我會如果我能力可以做到嘅，我希望可以俾得更加好啲嘢佢咯。我想小學質素是最重要的，質素是最重要的，錢不是太大問題。如果你話交學費，如果呢樣嘢係值嘅，我可能在某些地方我要慳翻啲去交，我覺得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咯。而家佢就扎咗田，
再倒埋一個禮拜碩士倒咧，就呢度應該完全冚唪唥平曬頂啦。今個學年有六間全新嘅直資小學，真道書院係其中之一。佢哋都會得到政府撥地同分配新校舍。呢一日，真道書院嘅校長同老師嚟視察新校舍興建嘅進度。嗱，而家咁睇咧，就九月可以開到學咧，我都唔能夠存太大希望。我嘅經驗咧，香港冇邊間學校準時交樓嘅。咁咧就我估我哋都應該一同命運。嗱，咁我大家可以入去，我哋有個示範課室，好嘛？入呢個示範課室。新學年第一個學期開課在即，聖保羅同真道呢兩間選擇直資嘅學校準備就緒。直資都係其實教改提出嘅重要項目之一，容許喺一個改革中亦都有第啲人用第二個模式去存在嘅。如果辦直資學校咧，我諗一定有自己嘅特色，同津貼學校要有唔同，咁咧佢生存又先至有價值。如果唔係咧，就會俾人詬病。變咗做一個有階級嘅學校。我哋呢個教師團隊建立咧，基本上又再行前咗一步。咁遲少透過直接資助模式開校，邱校長認為比較容易推展教學新理念。佢聘請嘅資深教育工作者，除咗協助學校制定新課程，日後仲會投入教書工作。十幾位老師平均月薪50,000以上，薪酬水平貼近大學講師。校方用在支付教師薪酬的金額全年近900,000，佔學校總開支90%。用啲有經驗的老師，用啲對教育有理念的老師，能夠幫手推動我哋成個嘅教學，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咁所以我哋有個原則就話，佢之前咧佢係收緊咩人工，我哋一定起碼俾翻個人工。每一個人都要持續去到學習。已有嘅知識好快去衰減，咁點樣去能夠去繼續有呢？你就要發展佢其他一啲共通嘅能力、解難嘅能力、係數理邏輯嘅能力、批判性思考嘅能力，係咪？創意思維嘅能力，能唔能夠同人協作嘅能力？咁所以咧，我設計呢一啲嘅課程咧，係好考慮頭先嗰啲嘅基本嘅能力，而唔係好針對話你識幾多嘢。乜嘢叫直資啊？即係要交學費咯，我哋。爹哋話死慳死抵都要抵翻嚟咯。轉直資咪可以，即係學校會俾多啲嗰啲服務，即係多啲嘢俾你咯。我覺得變得好緊要，變得好快或者咁講，所以有陣時自己都適應唔到，唔好講話細路仔啦。咁不如我俾些錢買一個叫安穩，即係你自己話我 add on 一啲錢去攞我想要嘅嘢。如果學校係 operate 得好嘅話咧，其實真係家長都冇蝕底嘅。佢可以上埋中學啦，一條龍，即係呢個都係我哋考慮之因素之一。咁同埋以前亦都冇乜機會，自己冇乜機會試啦。即係如果讀小學啊、中學咁樣，但係就希望俾佢可以嘗試一下新嘅模式。目前全港有40直資學校，包括32中學，佔中學總數6.5%，8小學佔小學總數1%。政府今個學年用在直資學校的資助11億，約佔中小學總資助金額4%，下學年將會增加多10。直資學校是教育改革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教育改革是冇辦法一刀切地符合到所有人的期望，所以唯有在制度里面提供多些选择，才可以满足家长的要求，能够符合到学生的学习的能力和性向，真的做到因材施教。我希望政府的直资学校政策就是你是鼓励新的办学团体去办直资学校，而不是
去將一些傳統的學校叫他們去變成直資學校。政府的政策你看到很明顯，就是他很想鼓勵這班學校就去走直資。那之後呢，整個國際形象，他說不是的，我們有另類選擇的。在我接觸裏面，我們的傳統學校呢，都絕大部分的校長呢都是很不想很不想去轉直資的。因為很簡單，現在我們是不用是理即是錢銀那方面的，將來就要一日就要看著盤數。在現在新的一條龍裏面呢，我們有很多都被迫是想緊，就是因為我們有私立的小學，咁私立嘅小學就唔可以同津貼嘅中學咧係有聯繫啊，或者係有附屬嘅關係嘅。咁所以就被迫要去諗下佢轉唔轉咧。咁一係就甩勾，一係就轉直資。究竟將來有幾多歷史傳統轉嘅直資或者新辦嘅直資，佢嘅畢業生係留翻喺香港服務咧？咁樣如果係越多嘅話咧，我覺得咧就係即係越成功嘅。而越多咧，就代表咧不枉直資啦。Now this is desktop. That's the right place. So click on save. Well done. Make sure that you type in the. 學校轉直資之後，中一師生比例降低咗，教學效果明顯有分別。Yes, here you are. 今年咧新入嚟嘅中一，佢哋個班細咧。咁、那個我哋俾佢個別嘅照顧咧，亦都好咗好多啦。咁所以我相信即係可以縮窄佢哋嘅差異啦。咁而且我哋會多啲嘅機會咧，去發掘佢哋個人嗰個潛質，然後再加以幫佢哋發揮。傳統學校咧，佢始終有一啲 establish 咗嘅 practices 咧，無論佢俾幾多空間你發揮咧，你都要跟翻，有一啲依從。我哋係一間全新嘅學校咧，俾我感覺就係、個別老師佢發揮自己所長嘅空間咧，係大過一般傳統學校嘅。突破傳統，於是冇精英班，冇教科書，冇測驗考試，連校服亦有多種選擇。既然又俾咗我哋直資，我哋不妨咧就勇敢啲，突破咗個傳統，就將我哋咧咁即係眾人，其實我哋教界當中都好多人有夢想、有理想，即係將呢啲匯聚埋一齊，去搞一間真係同其他學校唔同嘅學校。傳統你啊，梗係中英數啊、社科健啊，即係嗰啲，我哋前頭嗰三年基本上突破科目嘅限制。完全真係整合埋一齊，我哋反而咧就開始一啲特別嘅科目，例如咧係天倫教室，即係家庭生活教育，教啲細佬哥喺屋企啊點樣同屋企人相處。從小學一班開始就已經係學習科學，要培養一個比較科學化嘅學習態度。媒體教育就教啲學生。點樣用圖像去表達佢個內心世界？其實我哋創設呢啲課程咧，係同實際嘅生活係有好密切嘅關係嘅。講緊十幾年之後，我哋出嚟嘅學生能夠同世界各國嘅人競爭，並且自己希望都排喺前邊。一條龍制度之下，小學直資班的學生讀完小學可以直接升讀直屬中學，轉直資之後，學校完全掌握收生權。唔係一定擇優而教嘅，可以咁講係選擇適合嘅學生嚟到教。好多時即係社會人士就睇到話學校揀學生，其實就冇提到係先家長揀學校先嘅。中小學教育制度裏面，由七八年一路行緊去嘅係越嚟越普及，越嚟越均等。由九七年開始已經係最叻嗰20%擺埋一類學校，都已經好精英㗎啦。而家將全香港最叻嗰33% 嘅男女擺埋喺一間學校，我都已經覺得係好精英㗎啦。但係而家我就睇到一個開倒車，就話出現一種新精英。新直資主義，大家要搞清楚，我哋收嗰啲唔係一入嚟就係精英，那個精英係我哋培育嘅結果啊，就唔係
我哋挑選班精英入嚟啊！我哋好似搶曬人哋啲好學生，絕對唔係咁樣樣。因為佢哋可以收學費，而且佢哋可以揀學生。咁淨係呢兩樣嘢咧，我諗我哋就已經係唔可以話大家係一個平等機會去同時競爭。不過咧作為資助學校嘅一員咧，我又唔覺得咁樣就一定好似我哋冇空間去做嘢，又絕對唔係。就因為到今日為止咧，呢類嘅學校係仍舊係屬於少數，我就希望個少數咧係繼續都係少數，並且咧佢真係永遠都係少數。呢日聖保羅派小一報名表，轉直資之後，更多家長排隊。今日咧就多謝大家嚟參加呢個簡介會。聖保羅男女小學下學年有112個小一學額，申請人數超過2000，平均18個小朋友爭一個位。剛才你講到咧，話如果喺等候期間咧，嗰位小朋友咧就會同兩三個小朋友一齊出面玩嘅。其實呢度你係唔係人生有變？家長想子女入讀新一類嘅直資學校，是要負擔幾萬元一年的學費，不過現行派位制度下，對家長來說有選擇怎麼都好過沒有選擇。直資學校咧由當年2002年40間，上升到今年大約係70多間咁啦。咁當然有啲人就批評，喂，當時即係包括咗阿曾教授，就係一個唔公平嘅制度。事隔咁多年，你有冇改變下？係咪好啲定，還是都仍然係一個唔公平嘅制度？係一個唔公平嘅制度嚟嘅。個唔公平係兩方面，一就係話有啲直資學校，佢攞咗政府嗰50,000元嘅平均辦學成本，佢再可以向學生收5-7萬元的學費，於是乎佢10多萬一個位，咁呢個本身喺辦學資源裏面已經唔公平噶啦。第二更唔公平嘅就係喺同一個過程裏面，呢兩班學生一齊去到最尾係要去考 DSE，然之後入大學競爭嗰啲大學學位嘅，你話係咪一個公平嘅教學過程啊？但係當時政府成日都講噶嘛，嗱，如果窮啊，好似我窮咁樣，你咪可以申請佢有好多嗰啲減免學費啊，窮人有特別優惠啊咁樣，咁所以你個入門門檻都唔係你哋想象中咁高嘅咁樣。但係你要注意喎，審計處已經好清楚講咗出嚟噶啦，就話好多直資學校根本係用唔曬嗰筆reserve 噶嘛，嗰筆錢噶嘛。咁所以我就問下阿何美儀啦。你的仔咧，其中都有讀直資嘅喎。係啊，你又點睇直資嘅好處咧？作為一個用家，作為一個家長，咁確實呢個係多一個選擇對家長嚟講。咁不過係要俾錢嘅選擇啦。負擔得起嘅家長咧，好自然咧都會考慮呢個選擇。原因係一個直資嘅學校咧，無論喺佢個課程嘅設計啦、老師嘅質素啦、學校裏面的資源啦，圖書館都可以是豐富很多的。咁當你作為一個家長，你梗係好想俾最好嘅嘢俾自己的小朋友。咁你負擔得起嘅時候咧，你就會向呢方面去揀。不過我好認同呢個真係一個唔公平嘅一個制度嚟嘅。雖然我係一個既得利益者啦，我都要咁樣講啦。咁我都成日都會問嘅，點解喺直資學校裏面可以揾到嘅資源，喺一般嘅資助學校係咁難去揾呢？咁確實。某程度上是將香港的貧富懸殊咧係加劇咗嘅。咁如果好似何小姐咁，屋企比較相對有能力，咪俾佢多個選擇咯。其實如果你話真係咁樣講法嘅話咧，咁咪轉私校咯。嗱，你諗到嘅，如果嗰間已經要收50,000到70,000嘅，你仲收政府嗰50,000嚟做乜啫？嗱，如果我哋係話攞個平均辦學成本嘅話，你唔好要政府嗰50,000咯。而政府攞到嗰筆錢嘅話咧，就可以繼續去補助嗰啲真係有需要嗰啲學校咯噃，咁樣你就唔好轉直資啦。點解香港唔可以有絕對嘅私校啫？咁咪得咯。但係其實咧，亦都我都會特別要講嘅就係，
有很多，譬如就係話補助學校裡面，而家只有大概係三分之一轉咗嘅啫。其實另外三分之二嘅呢一啲嘅所謂傳統嘅教會學校咧，佢都仍然係好堅持佢哋自己嘅辦學理念，係要為貧苦大眾，當年係甚至係意大利嘅街童咁樣，佢係要培養呢種個所謂有教無類嘅教學理想嘅。直資學校一方面受到批評，另一邊咧又有唔少嘅家長係歡迎嘅，咁值得我哋慢慢去討論。下一節翻嚟，我哋會睇下副學士嘅情況。原來讀完中六之後出嚟就係揾9000多元就算數噶嘛，即係屋企人都希望啊你可以即係順利畢業做個大學生。社會裏面每個人見到呢個課時，本身睇佢都係覺得應該係一個喺中學銜接上去大學中間嘅一條階梯嚟嘅。咁但係確實你入到嚟之後，其實知道咧。呢、这個課時嘅課程其實升上去大學呢一個機會咧，其實真係好低。2000年，前特首董建華宣布大專教育要普及化，將入大學同專上學院嘅人數比例由當時嘅24%喺10年內提升到60%。為咗達到目標。政府鼓勵本地大專開辦自資嘅副學士課程，但係學位越膨脹，副學士嘅出路就越艱難。梁志軒是嶺南大學附屬社區學院的副學士學生，他去年中七畢業，高級程度會考合格，但是就入不到大學，最後選擇報讀副學士。由於是自資學位課程，學費兩年要成100,000元。個都係去爭奔頭，都諗住喺個大學裏面可以攞到一個嘅位置、一個學位嘅證書咁樣，先出到嚟個社會，好似先會有一啲基礎或者係 basically 嘅一啲嘅人哋認可你嘅一啲資格啦。咁所以你話，如果你讀完呢個中七或者可能而家嘅 DSE 出嚟之後，唔讀大學咩？冇可能啦。咁所以呢一個銜接課程都係佢哋唯一可以喺呢個社會裏面容許佢哋揀嘅一啲課程。志軒話：交完學費先至發覺，學校嘅學習環境原來同大學本部差天共地。呢個豪華 centre 就係我哋社區學院同埋慈幼進修學院8個嘅教學地點嘅其中一個嚟。見到呢一個嘅教學地點咧，隔離本身就係楊屋道街市咧，再隔離圍住佢嘅地方，亦都係一啲街市地攤嚟。入邊自己本身個廣場入邊咧，上上下下都有一啲有似波樓啊。網吧又或者係舞廳呢啲咁嘅地方嚟，成個環境就會變得好嘈雜咧，就唔係好適合做一個教學地點嘅。老老實實啦，一個補習社啊，以錢為可能係睇得最重要嘅地方，都未必會以呢一個地方咧係為佢嘅一個教學地點嘅。俾10,000元嘅學費，咁當然係想係真係有一個合理嘅一個教學水平，又或者一個校園生活啦。今個學年。嶺大因為嚴重超收副學士學生，原本預計收5,800個學生，最後收了8,000多人，超收40%，結果導致教學設施不足，影響上堂。即係收咗班學生翻嚟之後咧，有一部分學生咧開學嗰時候咧係會冇地方上堂，
全個嘅一個呢個社區學院所有嘅博士生都一起 cut 咗鐘，為咗俾翻一啲嘅空間，俾翻佢哋嘅高級文憑學生擺翻入去上住堂先，等佢哋一個即係佢哋新嘅一個教學點開咗啦，將嗰班高級文憑學生調翻過去之後咧，我哋先可以逐步逐步咁樣加翻我哋嘅鐘數。每個星期上堂係上十五個鐘頭嘅，咁之後好似係三個鐘頭 cut 咗一個鐘頭咯，咁就 cut 咗三分一咯。每個禮拜就會少咗五個鐘頭上堂。呢十年嚟，副學士課程由當初三個越加越多，到而家已經增加到140個。我哋可能係實驗者男性再對多五個男性啦，即係問唔同。其實人嘅身份咧係會影響。周雪瑩報讀嘅係高等文憑課程，讀完一年可以銜接副學士。課程喺今年先至開辦。佢話報讀嗰陣學校放寬咗收生資格，但係後嚟先至發現700多個學生當中，超過一成原來未達到最低嘅入學資格。首先即係一開始讀嗰陣都覺得有啲奇怪，原來即係課程入面有啲資歷嗰個評審係未過到，即係架構就已經出咗課程啦。好唔明白就係點解教育去到最後就好似一啲有限公司咁樣，我為咗盈利就要不斷咁樣開唔同嘅東西出嚟，開唔同嘅課程出嚟，要賺好多唔同嘅錢翻嚟咧。咁教育係咪真係喺而家嘅社會嚟講變咗一個商品咯？校方表明，有關文憑課程事後經已得到相關委員會嘅審批通過。因為今年兩班一起畢業咧，變咗好多大學咧，個心咧就想收多啲學生，估唔到咧要解決問題好多，譬如班房啊、師資啊等等。咁同埋政府方面咧，亦都要求好多學校咧，盡可能收多啲。因為你譬如你120,000學生畢業，你有60,000學生冇書讀嘅，咁係會係一個社會問題嚟嘅。第一學期可能真係有個適應問題啦嚇，但係佢第二跟住落嚟咧，佢哋都已經諗到點解決噶啦。咁我哋好有信心咧。我哋八間院校咧，喺我哋個聯校網嗰八間咧，係會解決到依啲突發嘅問題嘅。香港大學附屬學院今個學年同樣超收學生，新生人數比預期收多咗1300。好多申請嚟，我覺得成績好好嘅。譬如副學士學生，他們考 DSE 五科成績，包括中文、英文和另外三科，他們16.1的，即是比入大學的 minimum requirement 12分高很多的。所以我們覺得即是這麼 qualified 的學生很自然就有手鬆收多一點，他們想來讀的嘛，他們又讀得到的嘛，那為什麼我們不收他呢？每間院校自己各自為政，跟住咧係用一種商品化嘅方式嚟到去經營，不斷咁擴大收生。咁然之後咧，學生要俾好高嘅學費，要將嗰個成個課程嘅開發，到成個教育嘅過程啊，老師嘅薪酬啊等等，全部咧由學生去承擔。學生所得到嘅嘢咧係乜嘢咧？未必係高質素嘅教育，所得到嘅就係一身嘅債務。我哋需要咧有一個更加好嘅機制去做。葉建源歸咎副學士急速膨脹的根源是源自2000年訂立的高等教育十年目標太過急進。我們必須急起直追，目標是在十年之內讓香港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達到60%。為此，特區政府將廣開辦學的門路，鼓勵大專院校、私營企業和其他團體提供傳統預科教育以外的進修途徑。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院校的自資專上課程越開越多，而自資的副學士學生人數也都由2001年的3700多人大幅增加到去年接近30,000人。結果
副学士课程推出不够五年，董建华所定的十年高等教育目标已经提早达标。教统局在2005年宣布，适龄学生接受专上教育的比例已经达到66%。李雅文去年副学士毕业，当初他报读理大专上学院的社会福利系课程，原本以为读完就有机会做社工，后来才发现读的不是做注册社工的认可课程。毕业之后他想找一份跟社福界有关的工作都很难。其实每一天都 send 十几份 CV， 即是每日十几份 send 两三个礼拜，可能 send 100份，可能才得两三份会复回你这样。係咯，嗰、那個嗰陣時都會幾迷茫啊！即係自己即係想都係喺呢個行業發展咁樣揾一個門檻咁樣，但係其實都呢、這個門檻都原來都好難。副學士大部分都係自資課程，雅文為咗升學向政府借咗10多萬，所以一畢業佢就好心急揾工還錢。找工找了3个月，最后雅文只是找到一份餐厅侍应，月薪8000元，有没有学位对做这份工都没什么分别。在香港如果你没有一个学位，你可以说你可以生活到，你可以在这个地方那里不会饿得你死，但是你觉得如果你想有一些未来的计划，或者你想有自己可以揀，大學是一張入場券。現在每年八大院校所供應的大學畢業生事實是多的，資歷架構就將副學士定在第4級的，學士就定在第5級，但是在商界的認受性相對來說就沒有政府那個那麼多，也有些僱主就將它看到跟一些文憑差不多，其實是很參差的，就不是貶值的問題，而是供應多。雅文副學士畢業之後，因為報讀不到大學的資助學位課程，唯有暫時投身社會做了2个月侍應。最後他終於在一間社福機構找到份助理康復導師的工作，工作性質總算跟他讀的課程比較接近。不過原來這份工作的學歷要求只是要中3至中5程度。學位對我來說，就算現在不讀遲些都要讀，對我來說其實這個學位可以是跟我職業掛鈎的，也可以是我一個目標啦，這樣可以即係入咗去啦，咁有一個算係一個保證啦，因為你讀完大學，始終你嗰個收入都係會有上升嘅。雅文話自己唔覺得讀副學士嗰2年係浪費，因為佢相信僱主請人一定係先睇學歷，所以而家佢下決心要儲錢繼續升讀大學。如果有間大學收咧，咁嚟緊嗰年咧要交幾多錢學費嘅咧？一年4-5萬元到啦，但係如果你係要讀嗰啲銜接嘅，咁可能咪8萬元一年到咯。咁如果8萬元嗰啲咧，有冇得申請減免學費咧？如果好似我哋咁得一個人嘅收入，單親家庭咁，未必有㗎。有啲係佢自己好似營商辦學咁樣，即係咁佢收足咁樣，好似私校咁樣，佢收足政府又唔資助，咁咪8萬元你要自己俾咯。而家做乜嘢都好似做一盤生意咁咯，就算你搞一間大學都係啦。你而家呢個時候讀書係想你揾到一個出路啊嘛，
咁你讀完冇出路嘅，咁你咪嘥咗嗰兩年時間，又嘥咗嗰啲錢咯。咁你自己諗下，揾啲書嚟讀，有時都要睇下嗰啲書讀嚟有冇用咯。大家都想向上爬，但係副學士真係好難做到我哋想象中話嘅跳板，可以令到你踏入去大學嘅門檻咯。八大院校推出嘅自資大專課程，雖然收費不一，但係學費年年加，令到學生嘅負擔越嚟越沉重。就有啲唔係好出名嘅院校，咁就即係想收多啲同學啦，咁就特登啊，不如你報我就送部 iPad 或者送部 iPod Touch 俾你。但係講緊即係可能你課程即係大約40,000一年咁樣，已經送咗部5,000+嘅電子產品俾你。咁其實你課程本身即係收翻嚟嘅學費有幾多係真係用翻落學生身上呢？其實成個市場發展得好恐怖，教育點可能係一個商品呢？講真，你明明係作用英才，即係為一個社會培育人才，去為社會作出一個建設同埋貢獻。但係而家到頭來，大家就係一個無限循環，即係我讀完就孭咗一身債。其實我而家有樓奴啦，有啲乜嘢而家，但係我覺得我哋而家多個新嘅名詞係學奴咯。全部嘢都係錢，我已經問屋企人攞學費，即係已經40,000一年嘅學費，咁我仲好唔好意思問佢攞生活費咧？嘗試喺即係翻學時間之外揾份兼職做下咯，咁就5,000一個月，咁但係就翻凌晨2:00到第二朝8:00，即係可能翻完工就翻學咁樣。我哋嘅大專學生咧，承受緊10,000+嘅學費，甚至40,000嘅學費。我哋唔明白點解我哋去學習知識嘅時候，我哋要承擔一個咁高昂、咁被奴役嘅一個價錢。其實我睇到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就係其實政府已經係將整個責任啦，特別係高等教育嘅責任咧，係直接由佢哋本身政府身上啦，交由佢成個市場嗰度發揮嘅啦。咁同埋呢個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其實係講緊監管嘅問題嘅。任何嘅院校咧去增幅佢哋嘅學費咧，其實係由院校內部決定。睇翻而家嘅好多嘅自資院校啦，其實佢哋以公司嘅註冊嘅。咁所以以公司嘅商業邏輯嚟睇咧，其實如果佢哋按佢哋嘅所謂嘅需要去交學費咧，其實係冇問題嘅。就監管問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年初喺立法會表示，政府將會考慮設立一個統一監管機構，改變目前由八大院校自我監管嘅流弊。我哋嘅批評咧，就話佢係諗縮數啦，佢想大專個教育咧，即係急速擴展。但又不肯加資源落去，咁而家咧好多社靠借錢俾佢起校舍，借錢俾佢去即係開始營運，咁呢啲全部係最終落翻咧都喺學生嗰個學費度支付，咁即係羊毛出自羊身上，變咗學生係真係用喺教育嗰個嘅支出咧，實際上相對都係好少，咁我哋覺得呢一個情況係需要去改善，第一就一定要係增加資助嘅大學學額，第二就係對一啲自資嘅課程咧。不要完全要自生自滅、自力更生，其實要給適當的支援去維持到他的教育質素。政府推行專上教育普及化，但是只是靠自資的副學士課程來增大人數，至於傳統的資助學士學額10多年嚟，雖然略有增長，但係一直只係維持喺18%嘅水平。舊年考評局公布文憑試有26,000+考生考獲入讀大學嘅基本資格，但係最終只係得一半人入到大學。所以若果唔係有副學士課程，政府嘅10年教育目標根本冇可能實現。本身嘅副學士學生已經係不斷膨脹緊嘅時候咧，而家咧仲更加多咗一倍學生。
咁所以無論邊間社區學院都好啦，入邊嘅同學咧都可能會感到好沮喪，因為究竟我幾時先可以走出呢個嘅困境裏面？因為始終個學生嘅人數又不能增多，但係個學士嘅學額仍然都係咁少嘅。喺呢個嘅樽頸之前嘅同學，即係我哋呢咁嘅一份子，會感受到啲咩嘅心情？咁其實好顯而易見嘅啫。對我自己嚟講，副學士當然都係一個想翻去學士嘅一個嘅選乘站。咁但係我哋而家嘅情況就係冇啦，我哋嗰班車開咗啦，我哋就要去等另一班。咁我哋就會變成咗我哋有好大部分學生就入咗去呢一個政府所一開始去建造俾我哋一個候車室。咁但係呢個候車室好特別嘅喎，就係你唔知道架車幾時嚟，唔知道有幾多架車嚟，亦都唔知道架車嚟咗入邊有幾多位。咁但係至少你就淨係會知道你喺呢個候車室裏面有一個機會去等待，令到好多同學都係不停用自己嘅生命去追逐呢張咁嘅文憑嘅。而家變咗讀書好唔值錢啊！有時候會覺得，即係以前你會覺得讀書係一個向上流動嘅途徑嚟㗎嘛，而家係你讀完書之後都未必可以俾你向上流動，即係可能都仲係喺最底層度浮浮沉沉。我會覺得以前可能教育真係可以話係知識改變命運。咁而家就算我受咗教育，我可以達到一個專上嘅資格，咁但係我都唔覺得自己可以改變到我家庭嘅命運。出路啊？我未睇到咯，我真係未睇到。第二屆中學文憑試日前正式開考。好快，呢一班考生又要为跻身大学呢度择门而拼搏，佢哋或经历彷徨，或面对另一场嘅考验。我想請教你啦，我睇外國咧，副學士發展得好成熟，人哋都係有另一條路慢慢上翻去讀大學嘅。點解我哋香港咁多年都冇乜改善到？首先其實同外國嘅差別好大嘅。喺美國咧，副學士咧就好大部分係政府資助，香港就唔係啦，香港全部係自資。咁咧就政府即係借錢俾啲院校辦學，學生就借錢去讀書。咁所以咧，一方面學生就負債累累啦，而啲院校又缺乏資源去做好個課程，令到佢好參差。咁個畢業之後咧，個認受性亦都好成疑問。咁啲同學亦都係想升學噶，咁但係升學條路又好窄，咁所以咧基本上十幾年落嚟咧，副學士嗰幾個大問題咧，升學嘅門路好窄，認受性欠缺，監管不足同埋欠缺資源咧，全部都未有大改善。我諗翻，我記得咧我以前嘅年代都好多人讀高級文憑啊嗰啲，就算借錢讀都冇人覺得你嘥錢噶嘛。咁點解依家問題係咁咧？係咪個監管問題令到嗰個副學士嘅課程即係未係去到一個好理想嘅階段？呢個絕對係，因為喺副學士剛剛出嚟嘅時候咧，政府其實冇乜做過嘢去幫佢建立嗰個認受性，咁只係做一啲叫學術評審啦。咁但係其實學術評審多數係紙上評審，咁結果出嚟咧，啲僱主其實對啲副學士本身嘅信心都未確立。咁呢個係令到佢哋出嚟揾工。那個人工其實一路普遍其實同中學畢業生咧爭得唔遠，咁變咗嗰個即係增值，佢哋覺得會比較少咯。嗱，我自己都教過副學士嘅，我覺得教副學士係難過教學士課程嘅。點解咧？因為啲學生咧睇個成績睇得好緊張，你又點睇咧？你覺得副學士最大嘅問題係乜嘢？其實就升學個渠道狹窄一定係大問題，因為而家普遍咧即係七八成嘅學生副學士學生係想升學嘅，佢視副學士為跳板。咁若果佢升唔到學咧，佢會覺得好失望或者甚至失敗咯。其實我哋睇到每年大概二三萬嘅畢業生，嗰、那個升學銜接學政府資助嘅銜接學額嘅數目咧，只係得四千零。咁所以好多學生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就好著重個成績，因為成績一唔好咧，佢完全冇可能升到資助嘅銜接大學。但我哋睇翻嗰個學生人數嚟緊呢幾年都係下跌緊嘅嘛，咁啊變咗入翻落去呢啲院校嘅機會又大咗嘅咯，會唔會叫做吸引咗，還是都唔係咧？就吸引咗可以相對咧就係啦，咁但係始終對同學嚟講咧嗰個壓力仍然好大嘅，咁我覺得呢個仍然都係舒緩唔到，咁不如正正經經喺嗰個資助大學嗰度咧增加學額，就好過令到啲同學咧係轉入去讀副學士，
就患得患失，讀完之後如果升唔到學，佢又覺得好失敗，揾工做個人工亦都偏低，同埋認受性係好弱。咁我覺得呢個係令到啲學生或者佢哋嘅畢業生咧，係喺呢度咧就覺得好似雙失青年咁。咁所以呢個嗰個怨氣會好大。除咗加大嗰個大學嘅學額之外咧，你覺得會唔會都似以前嗰條路咁樣？以前我見啲哥哥姐姐咁啦，佢讀高級文憑冇人會睇小佢嘅喎，係兩條路嚟噶嘛。呢度你覺得有冇得再發展翻即係所謂嘅副學士學額，真係政府撥翻多啲資源啦，令到個認受性又高翻啲。完全同意，因為你話我哋緬懷殖民歷史代好啦，因為嗰陣時其實佢係好明確嘅。高級文憑係有批同學佢成績稍遜，但係能力都好高嘅，佢就可以入讀。政府俾足資助，咁所以嗰個課程嘅質素同埋畢業之後認受性啊、揾工咧完全冇問題。但係而家咧政府就諗縮數啊嘛，咁所以副學士唔俾錢，但係又要大谷大學額，咁啲同學出咗嚟之後咧就浮浮沉沉。我覺得呢一個咧係需要去撥亂反正，第一就收縮翻個學額啦，當然唔好令到佢即係好即係濫發。另外就話咧嗰個質素要保證好，咁兩個工作可以做啦，一個就係話喺個監管度要加強。但係監管要加強咧，佢哋要做到咧，要有資源嘅。如果唔俾資源咧，其實啲院校係好難經營到一個具質素嘅副學士啦。睇完副學士，聽日我哋會繼續重温鏗鏘集，我哋會睇下大學教育。拜拜。Thank you.